所以呢，四段在读啊，有较熟吼，这就是易经伊的四段。所以咱有遮个因缘呐，拢就是针对咱天文书的，他做需要帮助。咱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呢，代阮代德，甲咱前人以及各位点传书的地步啦。哎，咱就有遮个因缘呢，来研究易经的四段哦，啊加啥咱道统的心法啦吼。啊，咱即摆继续要来讲第三章第一节，啊，甲第二节，吼，即会当做伙讲。啊，阿未讲之前呢，咱我呾先来分享一个禅宗的故事，吼，即个故事呢，真有启发性的点，就是讲呢，较早，吼，就是一个绿祖的徒弟叫做石头虚谦，啊，有一天呢，伊就来遐呢，来见伊的师兄叫做清源行师，吼，啊。咱来知影，迄六祖慧都是伊拢是用禅宗的公案哦，咧显化的就对啦。哦，所以伊即个讲的话叫做禅话。哦，啊禅话，什么禅话？就是无啥合乎逻辑啦。哦，啊你啊像咱咧想的，可能无解去理想啊。吼，啊所以伊打啥物禅话呢？哦，出卖石头以前来拜伊的清源行师的师兄啊，师兄就来问啊，你伫倒来啦？哎，阿伊讲吼，啊，我就伫伊啥做起来啊，哦，阿伊就可以继续个问啊吼，伊讲吼，啊，你去到做起，是毋是得着啥物物件？伊是讲你去跟随六祖云祖师学遐久啊，吼，啊，你有学着啥物物件无啦？啊，有得着啥物宝无啦？阿伊讲吼，我到啥，我未到做起进前吼，其实本来一定就拢无失去啥物物件啦，啊，他有啥物通去得啦？各位青年，这爱家己听哦。伊讲我阿未去做过进前，我本来就固有个啦。所以我搁去做过，他有过啥物人个，他有当啥物人个得啦。我本来就有，他就搁得啥啦。即摆搁问一句搁较水哦。既然拢无失去啥物，无你去做哈，你去做过要用啥啦？既然你讲你古来古旧啊，你搁去做过就无意思啦。伊去问，伊去讲啊，我也无去做过一撮吼，我唔知影我啥物拢无想啥，拢无欠缺啦，所以呢，当下两个吼，拢开悟就对啦，咱各位青年，咱我都去领会这个啥故事无？上最故事就是安尼，拢安尼来点啦，吼，无安尼点吼，咱袂开悟就对啦，吼，是安尼伊要讲安尼，其实何来讲，咱本来就拢固执啊啦。咱阿未求得到进前，咱就本来拢固执啊。吼，啊，不过咱无去求得到，咱唔知咱心中无得啦。吼，伊个意思同款啦。吼，啊，无你看，喂，律师啥物好咱？伊是报咱一条路呢，互你一条路好好行，等于安尼呢。伊唔是啥物灵性好咱呢，唔是啥物灵魂好咱呢，拢唔是呢。你本来就有个啦。吼，咱无受律师一治了，咱无开悟啊，咱未了解这个真理啊。
所以就逐工伫遐迷迷糊糊啊，含含含含糊糊咧过一生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找着真谛当中，哦，原来我就是倒呢。所以咱真该去马来西亚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参点团说了哈，团倒啦，啊，都讲啊，哦，讲有伊嘛去碰着一个，哦，迄足搞怪就对啦。哎、欸，就讲伊啥物都唔信啦、啊，哦，啊，打信家己尔就对啦。哦，啊，即卖点团说就甲讲啊，讲对啊。啊，你就是你家己就是啥，就是神啊啦！伊就讲啥物神都无要拜啦，啥物佛都无要相信嘞。还讲啊，你就是神啦、啊，啊，你就是佛啊啦！啊，你家己的神都无要拜，啊，家己的佛都无要信，安尼哇，安尼含家己嘛好定了然嘞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做无差就对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咱得了三宝，得了啥？哎、欸，第一宝啊，咱本来就有啊，对不对？第二宝是甲咱知影安尼尔尔，啊第三宝咧，咱嘛是家己有啊，哎、欸、啊所以明珠有传啥，咱无啦，咱本来具足的，它有啥物？所以清净经唔只来人讲，虽明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名为得道，领悟之者可传圣道啦。哦，伊讲虽然咱是得道啊啦，哎、欸、名义上是对啦，无唔对啦，一定求道啊啦。啊，到有求到啥？无啦，咱本来固有的套啥，本来就拢有啊，太着搁明示予咱啦，所以咱无得着啥物物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真正会当得着的啥？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吼、哦，咱知影道理了，哦，我嘛佛，你嘛佛，伊嘛佛，咱大家众生拢固有佛性，所以佛道才讲人人固有佛性，人人皆可以成佛。哎，咱去体会这点当中，哎，袂使做足了限呢。咱爱兼善天下呢，袂使独善其身呢。哦，啊，五到遮个啦，赶紧啊传落出去，有法度做，尽量做。哦，像咱即个马来西亚遐吼，点传师都讲伊个典故啊。哦，讲伊前礼拜咧，拄啊去大陆，有哪开一礼拜啥，开五天个班，连续五天，啊，拢大学生。哦，啊，即摆伊去地处一日了，哎、欸，即摆接到电话，讲到要点到，哎、欸，伊就啥嘛，飘个就走去呢。哦，啊，即卖点着点着，佮接着电话讲得要宣传，飘者嘛佮走去呢。啊，咱知影哦，迄台拢是足快呢。哎，坐车毋是两点钟，就四点钟，就六点钟，拢是即落个呢。哦，啊，拄啊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，撞啊撞到上尾啊工。哎，一定爱佮赶转来啥做必班事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第一工讲煞就走啊。哎，啊去外口点着啦，宣传啦，吼、哦。哎，啊去啥？讲做啥度化众生的工课，哎，啊到尾啊嘞，哎，唔错，佫走转来，哎，啊拢做一个圆满，啊开班节目圆满，啊去啥，哎去讲经说道度化众生，啊嘛圆满，哦，啊唔过呢，互遐帮忙感觉足感恩的就对啦，啊是安尼足感恩的，哦，一个点传师一定六十几岁啊，啊，逐天为着众生安尼帮啊，啊啦扑扑，哎劳碌，啊为了天下佮你众生嘞，遐尼辛苦。哎、欸，无妄无言，哎、欸，啊，真正呢，哦，咱的人生唔叫价值，咱的人生有啥啥有意义，哦，所以迄个啥，人我之家可传性德啦，也就是安尼啦吼、哦。所以从做客来讲，究竟无证的真谛，哦，什么叫究竟无证？哎、欸，咱本身就有道啊，哎、欸，啊，所以咱拢讲正道正道啦，唔是讲去得道啦。哎，啊得道就无法度得啊，所以其实是啥，证明咱心中就一个活佛啊，安尼叫正道啦。所以是呐，六祖五灵祖师做者善事爱去拜访伊，因为较早拢啥无受明说一治疗，拢家己体悟。吼、哦，啊你练伊个，伊练伊个，伊修伊个，大家练的法门拢无同款啦。吼、哦，啊临到一个坎站，哎，因就想要验证看卖，是呐要验证，哎，我修的对唔对啦？我悟的对不对啦？拢是这个面角啊，就对啦。哦，啊，因为一定爱一个大明师开悟的人会啥来点醒，哎，啊，所以大家拢做去找六祖云祖师啊，哎，啊，这去啊嘞，两三句话就尔尔，就知讲面悟了对不对啊？哦，所以你看一开始啊，就讲啊，你一倒来啊，哎，坐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嘞，咱有个同乡吼，做神学的啦，伊即卖就学六祖云祖师啦，即卖敲电话去予人吼，哎，你讲喂。诶，某位人啊，哦，诶，伊就比如讲原配来讲啦，吼，诶，某位人啊，原配呢，伊讲啊，我就是原配啦，诶，啊，伊讲啊，你敢是真正原配？拢用安尼就对啦，哦，啊，讲对啊，我就是原配啊，啊，伊讲唔是，你唔是原配，真正唔是原配，啊，假个才是原配，
啊，拢用安尼哦，得人得了对啦。啊，其实咱就是安尼吼，较会开悟啦，较会清啦，较会明理，较会觉悟对啦吼。啊，所以究竟咧，究竟迄是无情的啦，吼。啊，所以伊的境界也是写咧来。后来，请咱各位前年来看第三章第一节甲第二节，吼，两种是同款的就对。好、哦、啊，只是第二种咧，伊个分较清楚，会讲啊，讲诶，伊是伫东方还是啥物方？啊，第一种伊就无讲啥物方啊啦吼、哦。所以讲地出火境，诶、欸，地出火境，咱阁会记咱初级班人讲过无？吼、哦，地伫顶面，伫中啊，啊，这是后天八卦。所以咧，伊讲地开始咧，就是伫东方开始生发。是安尼要伫东方，因为东方代表东方加一木，代表钱啦、啊。哦、所以代表万物出乎尽，哦，尽东方也。所以呢，东方伊有伊个啥特殊滴个，哦，啊，所以先啊，中伊要设立伫地，中就是啥，心目中啦，就是咱个十二格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以前天八卦十二格地，咱拢差不三阴三阳，拢不啊，拢不变呢，拢同款个呢。咱人个佛性参生活个佛性是同款个呢。哦，因无较长，咱无较短呢；伊无较大，咱无较细呢，拢同款的呢。只是伊觉悟，啊，咱迷失安尼念念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来讲地，就是啥，就是爱找着你的心目中的地啦。嘿，你心中的地啦。吼、哦，后来，啊，所以这个地就嘛代表着你天的明明上帝，伊嘛一个地。哦，气天的玉皇上帝，伊嘛是地。哦，啊，咱人间的皇帝嘛是帝，哦，啊，所以伊就分立天的啥上帝，哦，气天啊，加啥上天的帝，哦，啊，其实不管倒一个帝，迄就是一个形象。不过呢，咱的自性嘛是叫做上帝，哦，咱嘛叫别个呢，真正上帝就是你的佛性呢。哦，所以咱唔忙伫这外口当中捡一钓去，啊，不过呢，这明明上帝了，立天的上帝，伊具有了啥，生天、生地、生人、生万物，啊，玉皇上帝了是咱咧讲的，正话切到咧拜拜的啥，人讲天公，天公就玉皇上帝嘛，吼、哦。啊，皇帝咧，就是咱古早时代咧称呼的，哦，皇帝。咱真拢讲总统啊啦吼，所以名称有一点仔无同款，所以呢，咱要哪参上帝来做感通，感通就是讲上帝呾中心也，所以吼、哦，明明上帝是啥，人讲远了了啦，咱无法度去感通个对啦，玉皇上帝嘛是去天神啦，啊，皇帝伊嘛是主管着整个国家啦。所以真正要跟上帝啥相通吼，我来讲一个方法，咱看袂到，摸袂到，摕袂到，唔过会当感理随通，用感通诶，要咱感动，伫咱这个身上的地，参咱啥明明上帝做感通，因为伊嘛是地，咱嘛是地，吼、哦，那是讲啥，迄吸照同款啊，我讲我较简单咧，你吸照。啊，正啥？一个正面，一个负面，撇一个就撇啥？去算讲同类就对啦，伊唔只会相吸，啊，也无同类就袂当相吸啊咧。像咱啊，去吸石，你啊去吸个纸啦，吸个房啊，伊就无法度吸，伊就爱掺咩同类，啥物同类就是铁啊，哦，你啊吸个铁啊，伊就有法度吸，哦，啊，同款啊，明明上帝那是一块足大的吸石，啊，咱本身就是金刚不坏之体。啊，金刚就是铁类啊，就是金类啊，所以咱金类自然就参咧吸这个相吸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问的就是直接来啦，你要参咪相吸无啦？你要参咪相感应无啦？哦，你若讲我唔啦，我无相信啦，哦，啊，自然咧频率就无合，无合，虽然你是金体咧，金刚之体，唔过你就无法度参咪相吸，啊，所以就无法度加感应。好啊，所以咱信就是免啊参上帝做感通，第一就是啥爱信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啦。所以你要相信你心中有一个啥灵性，安尼你就赢人足济啊。这灵性就是咱讲的啥本身的上帝。好啊，你要相信当中，自然你就知影啥免啊参明明上帝做感通啊。好，也就是安尼来。好，好来。啊，第一哈，伊讲尽尽就是奋斗之意啦，之德啦，吼。所以呢，尽就是啥呢？奋斗，
种瓜，所以种瓜伫东方啊。所以呢，天地本来万物就是一个啥，虚虚空空的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一念动了，都要奋斗啊。啊，不奋斗嘞，啊啦，无法度生发万物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哎，来讲虚空的一片，宇宙呢，哎，一片。所以呢，啊，伊就是东方，所以东方叫做啥？哎，东方加一木。哎，也变成啊，加一木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来讲啊，本来宇宙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无极是安尼变太极，就是一念之动嘛。我讲个较简单嘞，无极就像咱个自性同款啊。伊本来清清净净、无染无垢的。哎，啊，不过呢，哎，只要一心动了啦，哎，伊就变太极。哦，啊，太久了，伊就变两仪，两仪就开始有思想啊。哦，生较水，生较歹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唔对的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歹的。好、哦，无极太久，两仪是伫咱的身上的。哎，好、哦，因为咱在讲大宇宙，大宇宙有可能咱较看无到，不过咱小宇宙，咱来咱去啊掌握到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咧，咱一个起心动念，安尼叫做正乎啊呐，正乎正的，啊、哦，地出乎正，啊、哦，也就是安尼，好、哦。啊，所以咧，唔只有一句话讲烦恼即菩提啊，但无说啦，意思无咧，但用心意用功夫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咧，讲东方就是咱讲的东土，吼、哦。所以是安那要三三普利无净，也就是讲咧，老母咧，造化了一个地球了，伊就派咱元太佛祖讲咧，你都来，你来东土一游啊，哦，来啊，治理这个世界啊。哦、啊！你看本来咱无要来的啊，哦啊，所以咱老母唔只现下了啥，哦，现实当中，哦，啊，当然想办法，互咱留伫这個地球上，来啥，来开垦，来治理这個东土，哦，啊，不过东土经过六万几年嘞，咱当未是一个东土啦，所以唔知咱倒去啊，啊，所以唔只当变烦恼，哦，啊，我讲无要紧，烦恼就是菩提啦，哦，什么叫烦恼就是菩提，就是讲。咱人啊，食苦啦，也是烦恼啦，吼，也是讲啊啦，也是讲不如意的当中，这种人吼，拢开来修道啦。各位真诶，咱唔敢要相信。你若讲一生当中拢作顺诶吼，这个人要来修道较困难啦。啊，都作富裕诶啊，有啊，讲钱有钱啦，讲势有势啦，金子、房子、妻子、儿子，有无？金子、五金、铜科啊，逐项拢作如意啊。你若讲道偌好，就来修道吼，这种人可能较无法度去体会。啊，一种人足苦的啦，吼，一生当中就苦袂了啦，话啊，要讲到底哦，啊，目屎都飞袂离迄种的吼。你若考考啥，你若讲迄修道，咱改变命运，哦，伊就足欢喜啊。伊讲安尼哦，安尼我要改变命运。是出世人拢就是安尼来呀。啊，所以烦恼甘歹。烦恼就是菩提的开始啊啦，就是讲你食了足苦的当中，就是啥，足容易会当啥，会来进得修劫啦。哦，啊，等到咱无烦恼的，说唔知什么叫菩提呢？哦，所以咪刚刚在讲，所以呢，但无说来一直无啊，但用心利用功夫嘛。所以呢，伊就代表了种啥，但无就是第二十八大种。所以呢，伊一苇渡江啊，所以来到咱中国大陆当中，你看，一日都不再来啦。哦，咋啥？咋哈？无字心经，大意的啥？咋意的心机呀、啊？哦，所以但用心力用功夫啦。哦，是啊，那真正个啥？真正的道，真正的佛，无伫金刚当中。迄金刚就是互咱做参考尔尔。真正的啥佛，就是你的本性。咱今日食饭，会困，会做工过，会去趁钱，做一切的代志。迄就是你个自性咧带动你个，唔是别人咧带动你个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，淡薄做事来到咱中国大陆，伊根本就毋免做啥，伊一定从倒带过来啊。他着去做啥物金刚？吼、哦、啊，毋捌个人接着个啥金刚，捌个人哦，啥当然着我都体会啦吼、哦。所以咧，东方代表了人啊，慈悲心、博爱的心、仁慈的心、七蕴之心。所以唔只有一句话讲啥，叫做七蕴之心，人之端也。吼、哦，咱会记得无？东方就是东方表定位属于人，
财丰吉星金，仁义礼智信嘛，所以五方都代表着五行，所以呢，代表着七分之心，咱来看一下，什么叫做七分之心仁智端也，这是一个香港的片，第三呢，就是讲伊在世吼，开始做侪牛的啦，牛的灵吼，那要来找算数就对啦。所以呢，伊煞去学牛来服身啦。含伊咧洗衫，就那就有人咧 A 就对啦。这就是古的灵啦。你听说啊，少一点啊，不枉你几年。
你可以去问医生，因为要考考的是啥？早上一包，花样这样，咱们下去了，远远小，是爱中不无的。你这样烧一烧去，到头来给我洗，这才是个大事。我们做的是那个，就是我们做的，我们做的是小事，小事。因缘果报就对了，哦，啊，所以夫人呢，精血胎死了96只牛就对，所以观音拢放伊煞，哦，啊，即些你也看，伊就安尼吼，非常为受苦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其实吼，咱人拢有具有一个七分之心，哦，所以是地主火种，代表着讲咱人啊未污染进前是大家拢做善的啦，大家拢做顺的啦。所以三字经才讲人之初性本善，也就是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春雷初冬啦，万物初生，百花盛开啦。吼，所以你要看到冬天的时阵，所有的动物拢啥，比如冬眠，尤其咧虫的对啦，叫做冬眠嘛。吼，伊就伫等到春天春雷响，大只虫拢个爬出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啊，我冬天啊，响雷吼，你讲冬雷吼，就惨啊咧，因为吼，因咧迄个虫雷吼，因都不标啊，啊嘛无时间人去看，因就是拢啥注意春雷响动啊，吼，啊你啊春雷伤早吼，天气阁足寒诶，啊你啊响雷拢想讲搞啊，毛啊就爬出来，爬出来，大家都寒死了对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人也讲吼，这春雷也无响冬雷的当中哦，未来迄冬会做歹年冬的啦，就是安尼啦，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春雷初冬，万物初生，哦，自然百花盛开。来，这火顺，这冬东南风也，这也食言万物之生结节也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平等的意思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啥，咱大家佛性拢是平等的。哎，拢无较低，也无较减，吼、哦，圣人嘛是安尼，凡夫嘛是安尼，咱贱人嘛是安尼，咱啥人才嘛是安尼，拢是同款嘞。有求道嘛是安尼，无求道嘛是安尼嘞。所以咱大家佛性是平等的就对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六祖慧能祖师唔只来讲，见性是讲平等就是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来讲真真正正，关注主教。吼、哦，予咱的本性个当见性个当中哦，迄就是真正的大功德。吼、哦，啊你讲在世法师无为师嘞，这嘛是一种个功，个啥个功德？不过这是外性个功德，啊咱这是内性个功德，迄无共款个啦吼、哦。啊平等就是德啊，吼、哦，啥物叫平等啊？一视同仁就对个啦。吼、哦，莫有啥，吼、哦，莫有讲迄个较好，啊迄、那个较歹，啊较好嘞对较好嘞，啊较歹嘞就莫爱插伊。甚至无爱讲道理哦，听甚至啥，甚至无爱多，安尼就唔是平等心啊呢？所以咱在生活当中，大家拢是兄弟姊妹，无分宗教，无分族别，无分大细汉，无分男女老幼，大家拢得爱平等心。吼、哦，安尼自然整个的社会国家自然就合好啦。吼、哦，来，
所以讲爱敬德啦，别人较会当互你啥，较会互你行一切万法不离自心啦，所以呢，伊人讲啊，讲咱若无敬德的当中吼，无法度呢，真正呢，啊，啥物叫做敬德啊？就是自自己的感悟啦，你讲免哪感悟啦？有个人吼、去感悟到，像咱即日满头咧讲迄班，拄我迄个啥呢？咱无拢到尾拢有一个心得分享。互我发觉到吼，因的思想吼愈来愈进步啦，进步啊！伊讲是安那，我才要来读易经呢，读一个就拢就啥欲罢不能啦。伊讲安怎呢？较早无来读易经，伫厝里就是款待翁婿，就照顾囡仔。就啥，来整理内底，逐工就是遐无闲，拢无属于家己个一点点个空间，所以伊有迄个机会来读个经了吼，伊感觉，一寡时间属于家己个，从囡仔暂时呢，请先生顾一下，先生呢暂时互家己照顾家己一下，毋免伊去遐操个当中吼，伊感觉安怎，安尼会当调试啦，莫讲24点钟，拢就是为着啥？为着家庭伫遐咧包啊包落啊，为着这个代志拢伫遐咧无用啊！家己想要做啥？想要做一寡较有意义的、较有一寡价值的，所以拢无法度去做着呢。囡仔是一天一天大汉的，咱呢，咱是一天一天老呢。所以咧，想要做拢无法度做。所以讲啦，做无差就对啦。所以咱就是爱会用去体悟着。咱来体悟着倒会对的时阵哦，做主人呢，你愈来愈多量啊，愈来愈有笑容啊，愈来修养愈来愈好啊，过六个哦，因先生，即话要读个经哦，着读太太看好啊，较紧来变化，你当赶紧去，赶紧去读，真正是安尼嘞，有一个更加心事啦，各位太太伫厝里拢插点，所以吼、时间到，较紧去嘞，毋茫去迟到吼。我听到爱情嘛，怪怪的就对啦吼。所以呢，伊讲一切万法啦，不离自性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讲真正，咱做好嘛，伫自性流露来。所以呢，咱伫自性流露是咧，是上先上顺的啦。所以咱茫伫意识流露出来，你若伫意识流露出来，就家己五见就啥有分彼此啊啦。安尼有分彼啊对待啊，安尼好啦吼。所以讲，真正就是啥，入于耳，入于心，所以呢，顺卦就是风，风就是无孔不入。你啊看迄较细间哦，风嘛是卷落。咱若像是你啊看，咱咧窗仔门打紧落，关甲扎，你啊看，蒙落嘛是够有沙咧，迄种奇怪哦，迄嘛是得走入来就对啦。伊嘛钻入了，对，还叫做风。所以呢，伊咱就借着风的啥侵入，要来啥？深入哈，那是咱的心坎里啦。所以咱咧读经卷，唔是读一个背啊，尔尔啦。咱还佫深入内底，佫食着伊肉。佫深入内底去食着伊骨，佫深入内底去食着伊骨髓了，对啦。像咱即个去马来西亚有一个少年，咧乱对调调。你讲用红大哥也足奇怪咧。我咧研究经卷吼，太拢袂开悟啦。我就问讲，你研究偌久啊？伊讲3个月啦，我听一个讲，古锥安尼对对啊，吼，我较省两几字啦，火候啦，真正，咱无火候，无法度克噶，无法度啥开悟就对啦，你食2-3个月尔，特别有啥物成就很难啦，你若讲30担，我特别相信啦，真正，你30担还佫足认真头投入呢，还佫足认真去研究呢，你若讲30担。鱼外花无要紧求，无深浅哦，有哪无法度呢？事实呢，因为这个物件哦，唔是啥物人给你，是家己去开发，家己去体悟啦。事实的啦，咱来上易经的时候，我大家讲一个原理原则，咱等于呢会当啥做参考，有一个方针出来啦，较袂去体悟着唔对，还是讲体悟了啥？定大去，安尼就唔好。所以真正刻入，真正开悟，真正深入，是爱靠家己。所以何我唔只讲，你唔知是安那，我都去台下顶讲研究。迄当时是我去阮老师遐读10来冬呢，嘛是还无法度讲，资料拢整理袂出来。到尾一步，从阮老师遐录音带退出来，一字写下，就是安尼啦。安尼就抽入去啊，就对啦。无安尼走袂入去，迄个啥？
未调拨啊。哦，啊，你也未调拨，你就讲未出来啊。啊，这做主力的代志啊。好，所以啦，讲顺卦就是要入到咱的精髓了，对啦。好，啊，咱来以一个啥呢？以一个数字来讲就好。你看，我这叫一三九七，哎，是一三九七。你看，一乘以三呐，是不是等于三？对不对？安尼一年啊，啊，三乘三嘞，是不是九？九乘三比二十七，安尼一年尔尔。你会好就一年尔尔。咱都讲这，就是咧研究经卷哦，研究易经也好，啥物论语也好，六祖大经也好，就是你咧研究一个作啥，就是研究一个经卷当中。伊的功力啦，伊的火候啦，所以你看，你生一年唔了二十七的功力尔尔，啊，你还佫继续说咧，二十七乘以啊，乘以三是变八十一啦，啊，八十一佫乘以三咧，两百四十三，佫乘以三咧，七百二十九啊，佫乘以三咧，两千一百八十七啦，哦，你生两日，两日咧功力就足强个啊咧，啊，敢有够？也无够，佫继续说。佮乘以三，六千五百六十一啦。佮乘以三，一九六八三啊。一佮乘以三，五九空四九啊。佮乘以三，一七七一四九一四七啦。嘿，迄功率就走出来咧，二是咱六个数字啊咧。啊你啊，我都佮细咧，哦，不得了啦。咧，愈细功率愈大就对啦，就到这来了，五三一四四一啊啦。搁一只来咧，一五九四三二三啊啦，哦，啊，搁一只来咧，四七八二九九六九啊，搁一只来咧，这啊叫做没完没了啊，一四三四八九空七啦啦，哎，所以得啥不断的演化出来，代表你的智慧源源不断的生发出来，安尼迄个行动才走会出来。所以你搁啊生一日咧，哦，你话四三空四六七二啊。所以呢，过来嘞，二九一四零一六三，过来嘞，三八七四二零八四八九啊。所以你要一年搁一年，一年搁一年，一年搁一年，你看，迄种功力偌大就好。哎，迄就是爱安尼练啦，无安尼哦，安尼无效就对啦，迄功力走袂出来啦。哦，咱卖讲啥，咱就背易经就好啦。你背一届，甲我都背开，无法度啦。侬嘛差不多一百届一段啦吼，互我经验就是你一直啊念念一百届，迄句就背起来啦。啊，迄句啊背起来了，毋着真好。不过你啊搁三那一个月无背吼，迄句有哪搁袂记哩啦？所以你着安尼温故而知新，哎，搁定定叫出来啊啥，叫起啊溜溜咧，哎，啊，所以咧溜着像安尼，哦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迄种诶冲动则走会出来。哦，啊，咱要接近开悟境界，就愈紧啊，就对。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咱讲，真正咱学道无啥物闭关啦，就是啥，爱深入经藏啦，嘛爱深入咱的自性啦。真正就是安尼咧，因你的自性你悟无到哦，像迄古井水悟无到同款，迄个古井水你啊悟无够深哦，迄水都转袂出来啊。啊！你连学，连学，连学，一年学袂到，不要紧；两年，两年学袂到；三年，三年学袂到；不要紧；四年，四年学袂到，不要紧。总有一天，一定会让你学到。你若学到，迄完全是用布的，就对个，用喷的咧，唔是用滴的咧，源源不断啊。所以人讲无尽的一天啦，因为咱本性的流露咧，一气呵成，始终如一。所以咧，圣人甲人讲，学佛如痴啊，如初痴啊，心佛便有异啊。哦啊，所以伊讲你要到即个功力，伫世间拢袂懈怠，世间拢安那有始有终，就是爱保持你一，即个一就是初发心，真正咧，迄个一就是初发心，就是啥，就是你拄啊初发出来迄种个心，无私无为，无对待个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你保持迄个初发心当中。自然保持一点热度，你我都生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甚至十年、甚至二十年、甚至三十年，哦，迄种的功力吼，真正人讲金刚强强棍啊，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人家讲一回生，两回熟，三回的自然啊，达到多会顺清，咱拢差不多是安尼啦，哦，读第一届青青，听完全听拢无，啊，都啊那听故事就好啊。第二届你听，有味啊、哦，去食着迄个味出来哦。第三届咧，你就感觉哦，做自然的啦。像咱学江苏嘛，同款啦。哦，第一届开吼，啊，就开始啥？唔是看黑板，啊，不是看地板，啊，不是看天花板，哦，刚是安尼叫做三板呐、啊。哦，啊，第二届咧，哦，开我都讲十分钟啊。第三届咧，吼、哦，所以啊呐，讲到拢唔落去安尼，哦，刚是安尼。
所以咱去马来西亚这个嘛是安尼，我就台江苏讲拜托伊啊，看时间就较控制。伊讲好，我拢做紧张的呢。啊，我做经验的，因为我讲紧张吼，去差不多五分钟紧张尔啦，头后壁都袂记得啦啦，啊，就愈讲就记得起啦。拢着安怎？后壁都会记啦，剩五分钟哈，较紧的哈。嘿，啊，所以拢就是安尼，吼，啊，所以就是拢爱连接着落血顺清的那经验啦吼。包括咱读经嘛，是爱专啥专心贯入，才当成智慧。智慧呢，才成悟，悟才成化，化才通成慧，慧才会通成性中，性中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读经也无专心贯注吼，迄、那个重量有哪走袂出来呢？吼、哦，互我讲一个负面呢。咱若想来咧读个经，今仔卡邦啊歹咧。哎、欸，等下闭班倒转去啊，哎，卡邦啊倒伫边啊，后尾拜三佫啊关咧，佫来。我来讲，即卡卡邦，互你关三十档，有哪同款啦？哈，袂开悟啦，是不是呢？哎、欸，哎、啊，卡邦就是哎，阿咧开开哦，转去，我呾摕起来看，爱看啦。哎、欸，一工用差不多半点钟啊，一点钟的时间，你啊看落去啊，读落去啊，背落去啊，悟，哎，安尼呢？慢慢的接近开悟境界，所以你的智慧一工一工就先升华出来啊！啊，智慧升华出来嘞，哎，做主的嘞哦！你看一切物件都唔是物件，哎，你看这句《论语》金刚，哎，这句《参易经》脉通嘞，哦，所以呢，迄个咱讲去马来西亚的少年嘞吼，哦，伊这脉愈来愈厉害啊！哦，这脉拢开始旁通啊啦！啊，这脉就去往香港去学了一句啊，因为伊在伫摩登吼，我那在上易经班初级的尔嘞。哎、欸，哇！所以悟力足大呀。伊讲哦啊，安尼讲起，哎、欸，有天地合其德，唔无像咱咧讲的第一步啊。我想想，够少破咧吼。哎、欸，哦，爱、啊、讲有一寡合其名，吼、哦、啊，唔着啥，唔着咱的第二步啊。哦，啊，有数是合其数，啊，唔着咱的第三步啊。我听着够少破咧吼，嘿，讲、嗯、哦，安尼境界比我较悬啊。哦，啊！伊讲第四步咧，乌龟是学习吉祥咧，啊，唔着像一种个感恩，嘿，我讲应该唔是感恩啦，吼、哦，应该是选择啦。什么叫选择？乌就你看，乌龟是学习吉祥啊，神上去做的，咱人去做的，鬼上去做的，嘛是咱人个，咱去做的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那想讲你得到三宝了，你要成，你看，成为做主。好啊，去做，大天传我，报天行道，你绝对会当成成佛的啊！因为迄就是你的本体啊，恢复咱本来真面目安尼尔。好、哦，安尼，互你得到三宝啊，嗯啦，哎、欸，我无要相信啦，啊，我无用啦，我无时间啦，啊，我无兴趣啦，我无要相信，惨啊！到尾对了，地狱嘛是咱的，是不是？鬼嘛是你做，啊，佛嘛是你做，所以第四点应该是选择啦，然后啊啊，所以呢，天天嗯，佮真欢喜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迄就是爱安尼了，对啦。你爱去感通，哎、欸，易经是易经，唔过你有法度啥用易经通万里啊，啊，差不多啥会开悟的对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迄智慧源源不断的生发出来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你心经唔只来讲行深发智般若蜜多时，哎、欸，才能到偏化。所以先来讲要行深，哎、欸，再唔来行浅，吼、哦，行深就是讲啥？迄、那个深度爱走出来，迄、那个深度走无出来，安那无效。啊，你深度要走出来，我来交代一句话，跨度爱有够。哎、欸，因为你深度无那，你无可能像咱龙宫这同款啊。哦，像咱咧拍地基啦，要去一栋八楼的楼啊厝，爱哪拍？迄、那个地基爱泡跨去嘛，对不对？你凹凹凹凹够跨，迄、那个深度唔要凹够深。哦，啊，你啊深度啥跨度无够跨，深度就走袂出来。啊，啊，深啊，跨到啥？较接触个参班个啦，嘿，较接触研究易经个啦，较接触研究所有经卷个，大部分经卷都拢做好，你拢伫遐研究，所以迄个跨度你走底走出来，迄、那个深度就会走会出来，哎，迄个即个道理啦吼、哦。所以一定爱行深哦，第一步就行深，破即步就变倒啊，哦，所以你有行深了，你个地位才会大开，你个地位大开，才会伫处罚度到偏罚，行深破即步就变倒是伊个意思，就是安尼来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若无真正啊，发这地走出来吼、哦，咱无法度度过偏化嘞，哎、欸，所以就无法度到处化啦吼。
好来第三用，伊叫做相见何离，离也吃平也，万不该相见，万啊南方之怪啊！圣人难免离听天下，向明离地，改处啊处处啊那处处处也。好、哦，所以人讲第三用就是啥？相见何离。所以呢，司马迁甲人讲，风为旧话啊，万不相见。相见在啥？至清至净的所在。所以呢，风闻故话，就是啥？风闻聚会啦。所以圣人甲人讲，方以列迹，物以群分。什么人就参什么人斗阵啦？吼、哦，像咱读易经的迄、讲到易经就滔滔不绝。哦，易经就是安那，六十四卦就是安那，三百八十四爻就是安那。迄话就啥？好、哦，讲袂煞就对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爱参咩事？啉烧酒的吼，啉烧酒参咩？啉烧酒，迄话嘛讲袂煞。哎，跋筊人参跋筊人讲的嘛讲袂煞呢，收地的人参收地的人，嘛做嘛事的呢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啥，咱是英雄聚会，以文会友啊，咱是以易经来会友啦，所以叫风闻故会啦，吼、哦，咱像万物的相见同款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真正要达到究竟开悟，就是相见在咱至清至净的所在。就是咱的自性啦，所以你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自由自信，所以咱伫相见何离啊，就是要找到咱的自信啊，自信之地，吼、哦。所以来讲，雕啥？雕成的目的是啥？要达到天人合一，吼、哦，相见光明啊，见到个本来的真面目。所以呢，有人讲哦，要去雕山，要去雕成。要去用啥？迄拢做好个哦，吼、哦，毋是讲歹哦。毋过咱爱知影雕山个意义啊，雕做雕山，雕咱即个灵山上个重要啦，毋是雕迄个有形个山啦。吼、哦，雕做一个圣，吼、哦，孔子啊，啊是明子啊，啊是啥？啊是尧帝、武帝、舜帝啊，即拢是做好。毋过呢，上介好就是雕你本性之性。上个重要，你唔知我做天人合一，唔知我做参加啥，参老母做契机，吼、哦、所以会当安尼当中自然会当回到咱本来真面目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真正的正道者，正道者万不该相见啦，以坐北啊雕南，吼、哦。所以你挂伊就坐北雕南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所有的庙啦，各位亲的，你注意看，迄大庙啦。啊，是包括咱新关山啦、啊，哦，啊是较大间的庙寺吼，拢一定是坐北朝南啦。因为坐北朝南就是皇帝位，啊，咱百姓厝吼，安那，较歹坐北朝南的，哦，啊，你讲啊，阮兜人南向啊，毋过拢无正用啦，拢稍微偏小块啦，偏十五度啦，啊是二十度拢有啦，吼、哦。无人敢讲像迄大明安尼去去甲正正吼坐北五南的啦，迄咱无够了德行吼，会去啥伤着咱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讲真正正道者，就是啥，就是安尼，较有迄个德行会当坐北五南啦吼、哦。所以你看，相见，咱今日参弥勒祖师相见的，较会当成为弥勒祖师的观想的，所以你看咱今日是毋是啥参弥勒祖师相见啊？咱今仔参济公活佛来相会呢，来相见呢。咱今仔才当成为济公活佛的徒弟呢。咱今仔参咱的因师、宝师、点传师相见呀，咱才当得住至尊至贵的先天大道呢。所以你也看，咱若无去当着咱的因师哦，咱无机会通得到呢。哦，咱若无点传师呢，嘛无法度，天台一代明师无法度将这呾大道传落咱呢。所以。这就是一定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，你三合靠得会得，三合得会得，你自然得啥会当得到啥至尊至贵大道，吼、哦，兼其人拢无法度。你若想早来，嘛不得人互你得啊。咱人缘若无好，人嘛无爱度咱去求得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拢得要达到三合啦，吼、哦，来。所以咧，三个叫做相见互离，相见互离就是相做故事叫做见性的意思啦，所以这个故事叫做不顾相思，各位前面嘛，刚刚跳过啦吼，有一个就是啥咧，游风回乡来啥拜访啦，哦，有一个不顾相思啊，啥物叫不顾相思？伊就逐家拢伫遐打坐就对啦，拢唔讲话啦，所以呢，人来拜访的时阵，伊也拢唔讲话就对啦。
哦，爱就拢叫因徒弟吼去应付一下，安尼尔了对啦。啊，有两个徒弟做高追的，哎，啊走来走去啦，吼、哦，啊结果你敢知影？佮有这个啥，远方和尚吼，哎，来啥，哎，远方的和尚来拜访啊，哦，啊结果来的时阵哦，哇，因两个徒弟煞唔知走去倒佚佗了对啦。哦，啊就来拜访这个不务相处啊，不务相处你就知影，伊无咧讲话了对啦。哎，爱就即卖准备要找因斗个啥？因两个徒弟吼，要来做伊做一个回答就对啦。啊，结果咧，就当面看过来，啊，西边嘛看过来，啊，结果拢看无徒弟，惨啦！啊，实在走去倒去啦，伫遐心肝足急啦，啊，我都不顾闲事啊，我都袂使讲话啊。哎，啊，即卖吼，啊，就搁伫遐吼，哎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师傅啊吼，就啊问讲啥叫做道啦，啊，就看过来看过去嘛无啦。啊，讲啊，啥物叫做法啊？啊，顶面看卖，啊嘛无伫遐，哎，下面看卖嘛无伫遐就对啦。哎，啊到尾啊讲，啊到底是啥物叫做道啦？哎，这书啊吼，到尾啊无法度，到底找无啊，就闭目养神，就拢唔会答啊啦。哦，啊这书我看到伊安尼哦，足欢喜个呢。哦，我都切切地落地走去啊，就对啦，因为咱开悟啦。哎，啊是安怎伊啊拢无讲话，哎，就我都较开悟啦。哎，伊啊问啊，哦，啥物叫道啊？伊讲哦，东方人处心动，处理动啊！哎，西方人嘛处心动，处理动，迄是伊家己悟得了啦。哎，啊，其实伊毋是咧悟，伊毋是咧讲伊这啦，伊咧揣道地，看来看去也揣无道地啊。哎，即嘛讲哦，哎，啊，啥物叫做法啊？伊讲佛法无过合啦。哎，顶面嘛是佛法，下底嘛是佛法。哎，你做中道嘛有佛法，啊，做变成嘛有佛法。哦，啊，所以咧嘛，哦，伊听咧佫较欢喜咧。哎，啊，到尾嘞，伊讲啊，闭目不答了。伊讲来到之后，你唔免阁问啊啦，啥物叫做道啦？你本来心处就是一个高僧啊啦，所以人人有佛性啊，人人皆可以修佛啦。啊，道在你心啦、啊，佛在你心啦、啊，你唔免问我了对啦。所以吼、哦，我嘛唔免来讲啊。哦，所以这个远方的和尚，哦，看到伊激动了，非常欢喜，飘一个走啊。哎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哎，会开悟都不一定爱用讲的你。真正用心去体会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是上座的故事。过来呢，咱来看另外一个，吼、哦，啊，一段，坤也食地呀，万物皆自用呀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五岳自啊自益互坤。所以咱会记得，吼、哦，咱这八支卦当中，就是地户、地处、户正、财和顺、相见合离，这三支卦叫做对性的功夫。哦，对是功夫，就是你地处好正，找到你啥七分之心啊，你就爱啥坐卧顺，就爱深入，搁深入啊。你唔只我都达到啥相见合离开悟，哦，所以到这一定开悟啊啦。哦，啊，这问题讲咱开悟了，咱要做啥啦？咱就爱地处好正，哎，那就爱自由复坤呐。自由复坤就是爱打出来啊，爱打出来，那刚经说道啊，打出来为天下间的人服务啊，打出来那度化众生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伫坤卦到啥到进卦，才着外行的功夫啊。所以讲啥，才着外行开始。所以外行开始，讲你相敬合理当中，一定开悟了。咱袂说独善其身，爱将天天下，哎，付出咱的行动，赶紧来坐得天下呀。吼、哦，所以这着外行的功夫。所以咱进队是哈外行功夫做了拢袂歹啦，吼、哦，以后爱看。哦，大家道人啦、讲经啦、说道啦、到国外开放啦、到国外布政啦，这拢真正做了袂歹。不过咱的内心功夫爱加强就对啦，包括佛法拢就是爱安尼吼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伊这就讲啥到外行的功夫啊，吼、哦，嘛就是咱道中讲的牺牲、享受牺牲。所以你为着天下间的人家那牺牲奉献，哎，到尾你会感觉迄是种个足大个享受个，自信个呢？吼、哦，因为迄是无为无利个，对不对？无私无为啦，吼、哦。好来，所以呢，所以圣人甲咱讲，时时刻刻个都是啥服务个良机啦，处处拢都是服务个场所啦，人人个拢是服务个对象啦，处处拢都是服务个题材啦，各位真个是不是安尼？啊！你讲啊，我要去倒讲王听啊！我要去倒做人做服务啊！我要去倒啥付出我的爱心啊！其实哦，只有啊，咱有心，时时拢伫服务的拢机。哎，看到囡仔要过歹咯，哎，你啊牵一个；看老人嘛是啊牵一个，哎，拢就是安尼呢。哦，看到啥物需要咱来帮助，咱做主人啊，伸出援手。哦，我讲一个家己的故事啦。
迄较早吼，互我咧做胖个当中，隔壁吼好，也是诶是足无满个，因为你着知影做胖，我肌肉起起加加变变变变好个嘛吼，真正足靠不练个着对啦。哦，啊，着对咱足袂了解个。哦，咱嘛无法度，咱同个着做安尼啊。哎，啊，结果吼，哦，即个透台风着对，哎，两个着翁仔某，拢六十几岁大大人啊啦。啊，结果风台伤大，将因个啥呢？将个铁门哦。飞开去啦！哦，我铁门拄啊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。啊，因翁是安尼拄啊冻，用也袂好势。哦，我好啊，看到了哦，好，就扛袂放个，就唔爽，走去啊用着对啦。哦，啊，佮啊吐气，啊，佮啊啥，迄落啥，迄个，人个铁厝无一支迄落条啊吼，佮啊条啊踩好势，啊，佮啊吐落来。哦，从此以后对咱个看法就无同款啦。哎，好、哦，对咱就哎足客气啊，就对啦。啊，事实个呢？你看到啥需要去斗三工，哎、欸，你就赶紧去斗三工。哦，有当时呢，安尼会啥结足侪善缘的啦。所以佛陀唔只讲一句话，讲啊，佛道未成，先结善缘。哦，啊，处处拢对咱服务场所，人人拢对咱服务的对象，不管啥物人啦，咱拢有机会去服务，尽量去服务啦。哦，哎、啊，但付出你爱心，你也关怀，尽量去也关怀啦，这拢做赞的。无分马来西亚人，无分印度人，无分倒一国的人，拢有机会落去啊！看，赶天气啊，啥？诶，服务落得，啊，事事拢对咱服务的题材啊！诶，所以咱唔讲无工课做，其实咱咧服务的对象足侪足侪落得吼。来，所以咧，伊讲宏观当中，你要去服务，诶，医生方面爱保持着啥，法力充满，因为宏观就是服务啦。啊，服务吼，嘛讲去服务了吼，心不甘啊，情不愿，安尼就足无彩呀。哎，所以欢喜就是了愿啦，无欢喜嘞就造业。哎，啊，所以咱要服务就心甘情愿，叫做获得待遇。所以供修供啊，供养啊，利益众生，吼、哦，就要达到啥，完实点头。所以众生难多，世缘多。有这种的认识当中，做自然，你咧为众生服务，你自然就袂受气啊啦。哎，你为人牺牲奉献帮助人，你自然就袂退气啊啦。哎，做自然就是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变啊服务，有阵讲几句话吼，会让我讲觉醒呢。像咱即届去马来西亚，哦，澳捷德清呐、啊哦，我咧参因啥，因头家吼，哦，我咧发脾气咧，扛不了就对个啦。哦，因为因头家无代无志咧卖伊着对，哦，啊，伊是一个组长啊，啊，你讲啊，你是安那组长哦，无将你啥诶帮员吼，啊，管顾好好势，啊，工袂做到歪歌起错，哦，我着对啦，骂着啦，顶着对啦，哦，我咧心就足稳住咧，我拄啊当着点传师哦，点传师啊啥开始啦，伊讲吼，哎、欸，对，就是唔对啦，啊，唔对，就是嘛唔对啦，啊，你着用这个心态。哎，所以咱就讲，啊，伊实在无欢喜，讲啊，迄都毋是我做诶，啊，你都老骂，我讲是安尼，咱同事拢安尼，啊，迄都别人做诶，你毋骂，你骂我，啊，不过你伫组长，你就是有咧政治放大啊，啊，所有人诶骂你嘛有理有诶啊，所以讲加讲片哦，伊头尾搁在骂，哎，爱着记你头迄个啥，咱点算水句诶啊，对，就是毋对啦，啊，毋对，嘛是毋对啦，啊，反正你也是死咧，安尼无对啦。怎么因头家搁在骂当中吼，伊就较硬啊。第一讲无爱，第二讲来讲，啊头家对不起啦，迄是我无德无能吼，啊无能力，啊领导我即群啦，啊所以工作做了滴滴答答吼，啊实在惭愧啦，嘿，啊所以呢，请你多包容啦，吼，啊这一切过失哦，拢就是我的过失，因为代表着我无能力啊，吼，啊所以希望头家吼，啊你手势行过啦。哎，爱当啥？会当包容阮。哎，啊，阮呢，搁继续努力，绝对会当做到互你做满意啦。讲伊头家吼，听者目屎就要淋落来了，对啦。讲啊，头迄落人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咱头尾头家拢骂人，拢着掺去烧酱啦，吼，啊无着烧偏啦，吼，啊有诶无诶，啊碰到即个吼，啊煞无伊批了啦，吼，啊所以了，真正也着是爱有即种心态。所以讲，咱人呢，着真真正正爱做甲心甘情愿啦，吼、哦。好来。所以夜眼夫对，吼、哦，伊讲对正秋也，万不及所说的果月，日言何对？月就是欢喜的意思，对坤卦就是你去牺牲奉献，啊，牺牲奉献你就是爱做到足快乐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快乐吼有分三种，第一叫做快乐，第二叫做娱乐，第三叫这个叫极乐。
所以拜二来讲叫做欢喜啦，什么叫欢喜？足见过欢乐，就是叫做快乐。哎，哦，今天足好耍的，啊，时间足好过吼，感谢安尼叫快乐啊。啊，我等下就别记得啦，哦，迄叫快乐啊，哦，迄就是啥？那像咱人来到人世间，享受荣华富贵，迄是暂时的快乐，尔尔，迄不是永远的快乐。哈、哦，啊，娱乐咧，个人之乐。哦，像阮昨个读书会啊，伊老师带咱讲啊，即讲话，我写伫个文章讲，讲咱逐工爱抱着就是啥快乐的心，啊有一个讲，有啊，我逐工嘛拢足快乐个呢。哦，啊你是快乐啥？伊讲我逐工拢上网咯，耍游戏，耍到拢足快乐个。我讲那上是安尼快乐呢吼，即种个快乐同个唔对起安尼，即叫娱乐，娱乐就是个人主题乐。因为呢，就拢迷失伫遐，啊，唔知影做工课啊，啊，唔知影读册啊，啊，唔知又我是大人啊，啊，逐工做宅男啊，做宅女啊，就无采家己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迄叫做个人之乐，毋是真正的快乐。好、哦，啊，咱真呀，咱要爱的啥？极乐，极乐就是讲啥？诶，心灵的提升，听心灵呢，会啥？有一个寄托。哦，啊，读易经啊，是读金刚啦，还是来听心传吼？愈听愈欢喜，愈听愈感动。迄、那个心灵愈来愈充实，哦，你逐天真正逐天都足欢喜嘞，真正嘞，哎，所以呢，咱逐天也足欢喜哦，哦，你着愈来愈青春，煞都拢袂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也着是达到这种嘞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欢喜着是了凡，无欢喜着是受业，吼、哦，咱爱会记这句话哦，真正哦，你普通时啊，伫六时中，保持足欢喜的心，你着达，不管你当我做扫地也好，做煮饭也好。你做工作，你也足欢喜心，迄就是拢了完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有啥物无哪有代志吼，足无欢喜的啦。啊，愈做愈怨叹啦。啊，愈做愈唔甘愿哦，迄就咧受业嘛吼。吼、哦，迄道理就是安尼咧。包括咱来道中共款咧。吼、哦，你啊来道中洗碗啦、洗地啦，哦，你做甲拢足欢喜，洗别墅做甲足欢喜，功德无限量。啊，你啊讲咧道中当中吼，啊做一寡代志吼，啊都骂大骂细啦，怨天怨人啦，啊这也无好话咧，你敢听？迄就是受业啊，对啦吼、哦。所以咱就是拢要保持欢喜心，包括咱服务啦、行道啦、度人啦、了愿啦、开放啦，拢抱着欢喜心，安尼就无唔对。来，所以哦，咱先讲到这啦吼，等下咱再来讲净土篇。所以希望咱大家吼，伫个生活当中，伫咱家庭也好，社会嘛好，工作场所嘛好，来读易经嘛好，来修道嘛好，拢爱抱着欢喜心，安尼就是道。吼、哦，啊，用时间的关系，咱请各位姐妹来休息10分钟，等下咱再继续吼，感谢慈悲。